谢谢你。要是我的钱包丢掉的话，台湾人的反应怎么样？我今天要看看，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，他们的印象怎么样？我很好奇，我们一起看看。谢谢我的钱包，今天我试试看了一个实验，要是我的钱包丢掉的话，台湾人的反应怎么样？我今天很开心，都是帮我，他们真的帮我很多，他们都是带给我的钱包，我真的很开心。